看到的是男团的争夺，中国国家队对阵中国香港队。这场比赛是团体比赛五场三胜的争夺，接下来是第二场，双方第二单打的对阵。中国国家队派出的是杜鹏宇对阵中国香港队的黄永琪。对杜鹏宇呢，大家也都非常了解了，他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就逐渐成为中国男单的主力。这名选手是来自河北保定，他是1988年出生的，但是由于河北队没有专业羽毛球队，没有专业省队，所以他从小到了北京羽毛球队比赛。在今年的全运会比赛里边呢，杜鹏宇和北京队的队友一起进入了四强，但是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他们的全运会团体比赛，北京羽毛球队是输给了解放军队。杜鹏宇在全运会的单项比赛当中是进入了决赛，最后输给了林丹。杜鹏宇在今年的世界锦标赛上，他也是获得了第三名，半决赛1-2输给了李宗伟。那作为杜鹏宇呢，他这个从他的先天条件和所具备的能力来讲，和林丹、李宗伟、陈龙这样的一流选手，在先天条件和自身先天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方面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名选手非常的勤奋，而且非常刻苦。而且对教练的要求呢，杜鹏宇执行的一向是一丝不苟，就是无论训练当中还是比赛当中，所以这些后天的素质，他的后天的努力也弥补了一些先天的不足，使他现在能够成为一位世界一流的羽毛球男单选手。尽管他距离顶尖还差一点，但是已经是一位世界一流的运动员。大多数人都觉得作为杜鹏宇这种先天这样的先天条件能够打到这样是不容易的。所以在杜鹏宇身上也再次体现了，就是这个任何事情先天条件是一方面，但是先天条件并不是决定性的，后天努力也是同等重要的。有很多天赋比杜鹏宇好得多的运动员也并没有达到他这样的水平和成绩。那黄永琪呢，是中国香港队在最近这2-3年的时间里面一位年轻选手，也是香港自己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香港羽毛球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非常重视的，就是从香港这个体育界来讲，也有四级的训练体系，他们会从小学香港的小学比赛和中学比赛当中去发现人才，发现有这方面条件和能力的青少年，来进行集训培养。另外在竞技体育的方面呢，中国香港队也在最近的10多年时间里头不断地从印尼啊还有中国国家队啊这些强队上来挖掘，来挖一些人才。像我们熟悉的中国国家队的以前的选手，比如说王晨、周密，还有现在的胡昀，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都是在中国香港队打球的。而且这种举措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像王晨在2006年的多哈亚运会上为中国香港队夺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现在王晨也继续担任中国香港羽毛球队的女队的教练。今天的比赛第一场是陈龙比较轻松的取胜。这场比赛杜鹏宇面对的也是在最近2年有一定国际比赛经验的黄永琪。他吹到对方反手底线，造成黄永琪
反手底线过度，球没有到位。现在刚才这个球呢，因为现场这个有一些观众在不断的给裁判施加压力，这球还是判了杜鹏宇得分。哦，这球搓得不错，这球放了第一拍之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然后有充分准备的正手搓球。这个球杜鹏宇在抽直线的时候打得不是特别严谨，对方已经在等着他这一拍了。这球黄永琪也是打得比较有经验的，他在正手挑的时候虽然前面很被动，但这个球他挑完之后马上准备反手，也对对方的下一拍有很好的预判。现在11-6，杜鹏宇领先，到了第一局的线先。
其实这个球黄永琪有一个变速，有一个加速，啊，但是杜鹏宇也都防起来了。因为黄永琪并不是不想加速，但是这个。确实在能力上也还是差一点。这一次形成多拍之后，杜鹏宇的劈杀下网，杜鹏宇也是在拉吊当中找到一个突击的机会，找到一个进攻的机会，但是没有能够打进对方的场地。今天的这场团体赛呢，中国国家队派出的阵容还是挺强的，这就是去打团体赛，就是去打汤姆斯威啊，这个阵容也可以用。三个单打是陈龙、杜鹏宇、王征明，双打是徐晨、柴彪和刘晓龙、邱子翰。就这个阵容打汤姆斯威也能进四强，这四强没有问题，打好了也能拿冠军。这个球的黄永琪根本就没有准备到这个落点，因为杜鹏宇在前面的进攻都是攻他的两个边线，这球突然杀了一个追身小对角位置，黄永琪缺乏准备。这两名选手在场上比赛呢，他们两个人都比较缺乏这种一拍制胜的杀伤力，这个能力一拍致命的能力都没有，所以拍数还是打得挺多的，每得一分都要靠连贯。因为双方的拍数挺多，所以不仅这个比赛打的时间比上一场陈龙的比赛要长一些，而且两个人体力消耗也比较大。这也是杜鹏宇就他在世界大赛当中他要登顶比别人更难一些的一个原因，就他的每一场球即使碰到实力比自己弱的选手他也赢得很费劲，他没有像其他的顶尖高手那样能够几拍就致命的这个武器。他可能跟顶尖高手打也是这么辛苦，跟一般的选手打也是这么辛苦。
球出了边线，20-11。黄远琦再次回球出界，21-11，杜鹏宇先胜了第一局，1-0领先。现在杜鹏宇和黄远琦的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了。第二局比赛主要看黄远琦的心态，第一局因为也是拼尽全力，但是要想突破杜鹏宇很困难。现在是黄永琪请求了一个伤停，主裁举手示意可能是要叫医生上来。刚才黄永琪向主裁示意自己的胯这可能是有一点受伤，需要这个要队医把一些药品拿上来。好，双方继续比赛，黄永琪在简单的处理一下之后，双方继续比赛，场上比分是6-0，穿着黄色运动服的杜鹏宇现在是7-0领先，又得一分。这黄永琪的右腿还是受一些影响，虽然刚才喷了一些速效的止疼的这药品，但是呢这右腿这边还是显得不敢使劲儿。黄永琪还是刚才这几拍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右腿不敢使劲儿，像一个右手往前的救球这一般应该是大弓箭步撑住的但是他由于不敢右腿不敢使劲儿，只能是左腿再往上跟一下垫一步才能够收住。这时候黄永琪应该是请求弃权了，要这样黄永琪因伤弃权。在第二局比赛杜鹏宇10-0领先的情况下，中国香港队的黄永琪因伤弃权，这样中国国家队又赢了一场，2-0。